那我们三四五月哦，这边我们等一下要播放是三四五月，我们用一个专案的方式在收集的这个资料。那各位看到今天的新闻稿上面哦，有三今天会播放三种类型，一个是收证录影带，一个是收证照片，一个是监视录影器。那为什么我们特别找这三种？是因为有一种状况是，事实上我们并不会去认为说。当它符合我们目前为止至少要负有一个新闻发布要点，那当它符合这个新闻发布要点，的确是社会大众所应该要合乎他们这个知的权利的。那这一部分我们其实并没有做主，因为我们认为说那一部分其实有一定的公益性。但是这三种类型哦，是法务部的这个新闻发布要点非常清楚的明文禁止，因为这个东西以后它是会作为证据之用。 那我们检察官常常在讲说啊，你们会串供干嘛？就是说，这个被告会不会串供？串供之余就压起来。那问题是，真正在侦查过程当中，大量的泄露这个相关以后起诉，甚至如果以后起诉会审判中的证据的，其实看起来就是我们检警调。所以我们特别挑这三种类型，是明显违反这个法务部的这个新闻发布要点。然后各位可以看到说，三月份哦，是六十二件，四月份。 95件、5月份是99件，个别统计也清晰。那我们也注意到，其实真的是检警调哦，海巡署哦，实施这个侦查职务的有具有司法警察身份的这些公务员本身哦，真的每一个都有违反。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影片。 这明显是路口的监视器。抢走皮包，没想到妇女还在地上打滚，手脚受伤，站不起来。吓到了。
拨这种监视器哦，歹徒的部分、嫌疑犯的部分就算了。如果有牵扯到另外，他有没有允许我们的警方可以这样拨，他的隐私权有没有被侵害？为什么大家都不会去探讨这样的问题？这个很明显的是一个失衡的一个状况嘛。检方他会有手指着别人，但是他没有手指指着自己。这种情形是不是跟那种情形是在法律上评价有什么两样的？我今天如果刚刚那个美容师，他觉得说我这样子的一个状况，我不希望说你检察官拨的时候，那你检察官这样子拨有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？是不是也是一样侵害这个当事人的隐私权？所以侦查不公开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像刚刚这个护理师长讲的，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。那各位再看一看，我们今天播了这样子大概九折的一个影片哦。侦查不公开的目的，它是叫侦查秘刑。侦查秘刑就是两个目的，一个是要顺遂你自己，就是当你今天你是在秘密进行的时候，你的侦查不会受到妨碍，你能够真正发现这个事实的真相。另外一个当然是保护这个嫌疑人的名誉，这个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，就是这两个法益本身它是我们这个侦查不公开最主要的一个目的。那当然不是说绝对不能够，譬如说像我刚刚讲的，今天你如果说需要社会大众来指认，需要符合这个大众的知情权利的，你当然可以用比例原则去调整。可是各位看刚刚这九则里面，到底哪一些符合比例原则？哦，一个贩毒嫌犯换三个女友，你这个警方你的评语是说，哎，他就是在教女友来掩护，事实是如此吗？哦，那我们的无罪推定原则到哪里去了？所以我觉得说，以这些影片来看，真的没有一则，你看你会觉得说，哎，他都并不符合说，我们是为了符合公众之的目的，看起来都是一个社会新闻，甚至于是一个社会议闻，警方的操作就是如此。但是我们觉得更悲哀的是说，就像我讲的，今天我们公布这样，我记得上次在这边的上一次是一个马在行律师哦，我们那时候是讲说下蛋，就是一样是贩毒，然后带了这个毒品进来，那警方拨这个侦讯带非常离谱，是把他当场拉的那个画面都拨出来，有什么用呢？我们警方就是你后宫可以补前过啊，你今天你讲再多，你觉得这个警方违反的怎么样，没有用啊。所以我个人是有一个认为说要解决这样的问题，我认为应该把它当作是用行政处罚连坐的方式来，以后只要有再有类似这样的情形，我们绝对不认为说这是媒体的问题，这绝对是这个检察官的问题。如果再有这样的问题，我觉得应该是负责相关案件的检察官，甚至于检察长应该要连坐了。我觉得应该要